1995年 ，Mark 来到多伦多，在银行担任软件工程师。两年后，他和同样在银行就职的妻子 John 注册了这家公司，最初从银行咨询业务做起，同时也提供 IT 人才服务。2010年，随着公司走上正轨，夫妻二人开始把全部精力倾注到这份事业上来，业务也拓展到 IT 解决方案以及软件产品开发。IT 咨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，为此公司组建了多元化的团队，上百名技术人员分布在各大银行现场办公，主要负责人定期回总部汇报。此外 ，Mark 也经常拜访客户，组织金融行业技术交流，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反馈来改进产品，提升服务。近年来，加拿大银行业的线上和移动业务开始爆发 ，Mark 率领团队研发了应用软件的监控产品，成功跻身这个领域的领头羊。工作之余，这对康利也是体育运动和公益活动的爱好者，同时他们也参与公益讲座，帮助新移民了解加拿大就业市场，顺利实现安居立业。非常感谢新时代电视台给我太太和我这么高的荣誉，深夜领袖奖。这个荣誉是为东英福泰克100多名全体员工和我们的忠实客户，也是为支持我们的众多的亲朋好友。感谢太太曾慧清，公司的合伙人，不仅是生活中的贤力奏，更是公司运营的惊天白玉珠。回首20来年创业之旅，东英福泰克 Inc. 从一个 IT 咨询公司成长为 IT 咨询、IT 解决方案和软件产品的公司。我们的应用主动监控产品 AQASTM 成功跻身于这个领域的领头羊，并成功应用了在加拿大几大银行，取得到显著的效果。我们的业务遍布在加拿大主要几大银行及金融机构。2019年，东英福泰克 Inc. 成功位于加拿大 TOP500 快速发展公司的第214位。在未来的工作中，我们会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投入研发更好的软件产品，回报新时代电视台和社会对我们的认可。谢谢。